杨丞琳与李荣浩在2019年结婚，目前婚姻已经进入第五年。虽然鲜少公开放闪，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。近日，夫妻俩恰好都在杭州奥体中心分别举行了演唱会，更有粉丝在演出后巧遇两人约会的画面。从网络上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到，两人穿着情侣装在街头约会期间，杨丞琳向李荣浩讨牵手的甜蜜互动，全程都被拍下，两人的亲密表现让网友们直呼羡慕。有趣的是，当李荣浩在低头滑手机时，杨丞琳被抓包站在一旁偷瞄老公的手机。这一幕被拍下后，杨丞琳的小表情引发网友热议，纷纷开玩笑说这表情可以做成表情包了，真的好有趣啊，夫妻俩感情真的很好。也有粉丝祝福两人，希望他们能一直幸福下去。